是不是他妈想看我裤衩子？盘点东北哥们的越界行为。昨儿洗完把单买了呗。他妈地方逼哦，哪回不是我安排？那谢谢你啊，媳妇儿。你该说啥？我说我谢谢你。谢谢后面还有俩字儿。你他妈上岁数幻听了？我他妈听到狗就洗裤衩。你们疯了呀？我他妈是说的是谢谢你，姊妹儿。那我换你吗？那么谁到了？给我喝一口呗。自己没走啊？求你了，媳妇儿。我这回我听见了啊！你什么玩意儿？又是你管我叫媳妇儿了，我听着了。你咋这么他妈鸡巴自作多情呢？秒的！我他妈拿你当兄弟，你要干啥？你喊啥呀？这不他妈休息？你要干啥？你喊呀！你把还烧起来了呢？掩饰自己呢，搁那。你咋的了？你发情了？你怎么是找不着对象？你凑合上我来了啊？再不同意，一会儿可你买单哦！我叫了，对不起。这小逼的，我就说你这小逼！你他妈不是不天天吵着你单身吗？我不合计叫两声，他妈满足满足你吗？我他妈用你满足啊！我找不着对象，为什么不找你这样的？啥意思？对我就没有兴趣？哥嫂，我洗完了啊，妈，我先走。走啥？再待一会儿呗。你要干什么？啊？没发现你洗完挺白呢？你咋咽下来了？哥们儿，你出来干啥呢？出来玩开一间房也算，一张床是什么意思？经济实惠嘛，这条件有限嘛，咱俩住着咱俩认识两年了，你别以为这两天对我有什么想法。你笑啥呢？哎，没有米了吗？不是哥们，你这两天咋的？去你出去去。哎，不是，那我去哪呀？你爱去哪去哪。不是，哎，干什么？去哪？哎，哎，不是。干啥？我有点事跟你说。说。离镇近干啥呀？你这两天你要干啥？不是，我怕你听不清。我能听清。就这一个屋，没有米儿啊。你说。嗯。我给你200大元，你让我亲你一口呗？不行。咱俩是哥们儿吧？是哥们儿。有人把他跟他对象亲嘴的视频发给你哥们儿，星星你哥们儿，你怎么办？ Only you。 来，受不了这圈儿。我想亲嘴，他们亲的就是嘴钻。你再使使劲，你再掏500，我让你亲嘴钻。真没有500块钱，我这兜里最后剩200。你要不行，你把钱给我。行还是不行啊？我来了，你准备好了？算了，不亲。这下不去嘴，这年头太多了。那都那么熟了，有啥不好意思的呀？快点。嗯，你把200块钱给我，我再亲吧。来别的还是算了，我真有点下不去嘴。我给你200，也给我亲。他妈！快点亲，再不亲我急眼了，我揍你了！我来了。哎，你有鼻梗？你狗叫什么？咱俩亲个嘴呗。我跟狗亲都不你亲。怎么事儿？咱俩纯兄弟，哥们当鸡亲什么嘴啊？那菜市场买两个猪肉，要说了说了吧。我给你100。500。行，500就500。真亲着。啊？这么老心，人不嫌害臊啊？哎呦，我着急，我是非常着急，现在。可以顺便嫁人呢。200行不行？咋还降价啊？我一会儿我打车回家，我就留点钱。100。干啥？没吃饭呢，一会儿我寻思我去买点饭去，你买一份盖饭去。平常市场买菜都没有这么讲价的吧？哎呀，一会儿我买盖饭的时候我给你带一份。100。20行不行？你有点过分了吧？还没死到灰儿里，就哥们当鸡的，那20得了，行不行？20。你爱什么？能不能别磨磨唧唧的啥呀？哎呀，哎，我给你100。你给我100。嗯，行。干啥去？我媳妇找你练练砍价，可能去那边可以买两件衣服去。干嘛呢？他说他手冷，外头30来度，说冷，打不开了，咋回事啊？纯友谊。哎，你跟我闺蜜就认识2天，处上了？没有，他说他那个牙上那个粘菜叶子，我可以给他挑一挑。咋的？你家抠牙拿舌头抠啊？我不合计挑战一下自我。好好好，这么玩是吧？哎，找我来干啥呀？
绕着片绿洲那屁热烈的温柔。你当我女朋友了？一会儿我前对象在后边呢，帮不了。我把我好哥们钱捐了给你，也不用那么多。其实我是，来宝贝儿，哎，真香啊！不巧，跟老姨出去吃饭来了。宝贝儿，哎，气氛惹人醉，气氛惹人醉。宝贝儿呢？现在喜欢瘦的了。啥话呀，我现在不喜欢小孩了，你懂不懂？我现在比我喜欢成熟有魅力的女人，我说宝宝。三月结婚，到时候俩都来啊。耶，行，指定去啊。下回的。干啥滚点，就是有点事想跟你说吗？别逼死表情。就是有一个藏在心里两年半秘密的都。不是，那既然是秘密的话，那就搁心里头呗。不是，你等我说完你能干啥啊？你能电话又啊？三楼放，我爱你。老疼啊，刚子。你再说一遍来，你真变态，你再说一遍来。我爱你。我去你妈！答应是两年多了，你说这话你也撞脸了。你就给我呗。我给你啥？给你给你个大嘴巴，你要不？给个机会，机会嘛。你真磨叽，我听别人的吗？我不嫌你，下辈子我就是对沙漠里那老骆驼有想法，我都不可能对你有想法。我爱你。我劝你再说。生日九号喝还是生日正好喝？跟你在一起喝啥都好喝。我的家乡。啥班？天天这个点下班，一个月挣3000块钱。成年人山上有那心爱的姑娘。你咋不得这么低俗？想你脑瓜脑想的。不是，我问你一下，我到底哪儿招你得意？你哪儿都招我得意。你家就家，这啥意思？我忘了，习惯了。对了，这是好哥们吃吧？这啥意思啊？稀释一下，那恶心，这他妈能吃了还？怎么都不需要你，你需要谁呀、啊？给我了呗。全是营养。你好不好？我他妈的，我拿你手机买单，我没有钱，我他妈哪有钱买单呢？你喊我就完事了呗，你能解开是怎么的？啊，不是我生日了。什么时候也不是你生日，你生日多少来着？我不到啊。哎。我这么晚了，我还回家呀？回家，你上我家。走，我去。自己走了。你干啥呀？你这有油，你擦擦嘴。孙冬雨，你见你媳妇咋过了？没有换头，想到你。你今天再碰我一下，我跨栏你摔死了。我说掌柜的，再给我来盘小葱拌豆腐，记得少放盐，多加醋。来，小葱拌豆腐，让你瞎。孙冬雨，这有啥难处啊？没有。咱哥弟这么多年了，有啥难处你说，我能帮你咋的？真的吗？就生孩子。咋的？你要蛇腿儿？再说一遍。没有来了。咋？他跑，他追，他是南非。咱俩是不是最好的朋友啊？对啊，我们都认识好多年了，怎么了？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？嗯。什么事啊？只要不借钱就行了。能不能帮我生个孩子？你说什么？不是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就要我给你生孩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想用孩子来维护我们的兄弟关系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头发怎么还有点乱了呢？啊，不漂亮吗？就是乱了。你那眯缝眼睛看着啥呀？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？是我心乱了呢，你嘚儿啊！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那眯缝眼真瞎呀！看不出来吗？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就行。女生，女生，别他妈没屁割了嗓子。那有没有可能，你是我的后半生呢？你他妈真恶心！起来啊，起来！
你就没闻到什么味道吗？你放屁了。你就没发现有你的世界空气都变甜了吗？你他妈的，你他妈不是我发现你，你咋的？你春天到了，你属孔雀，你要开屏啊？聪明人的这个地方都有一个手窝，你有吗？哇哦，你好会哦！你要小心了哦，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哦，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。我给你200，你给我亲一口。哥们儿，你怎么饥不择食了？我亲不了啊，老爸，把钱花。不好使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穷疯了，就200。你知道什么叫雁过拔毛吗？怎么就是光吃不吐呢？活该你长这么胖。你怎么整出人身攻击了的？要不你跟我亲个嘴，要不你就把钱还我。咱们有人收钱不办事儿吗？哎呀，就跟我借的，开支还你。明白了，钱没到位。不是嫁不嫁的事。400，再加一件外套。现在可以开始了。太变态了，我还是接受不了。你看你这丰满的大嘴。嘴巴大的猪都去了，为啥非得是我呀？他得是跟你有感觉。主要最近呢，对任何人都没有感觉，只有看见你的时候，才能感受到一丝丝温暖。我不信，真事儿的骗你干啥呀？我在你心里这么重要吧？嗯，还行，来吧。够好意思，一直是不是花点心疼钱？那钱也不给退哦。拿来啊。下不去嘴呢，怎么就？你刚才可不这么说的，咱俩必须得亲上。欠着欠着，有机会的啊、哦。择日不如撞日啊，今天挺好，咱俩就来吧。和好哥们来私人影院。你要干啥？看电影吗？看电影非得来这儿啊？这能脱鞋得劲儿，最主要因为我有男人。那行，开心了。咱俩播点啥？你搁这看啥呢？哎，那不是，你让我干？是故意的。别碰我！你播你播，可不可以？啥呀？男的。进来呗。来吧。嗨。啊？这他妈就是你说的男人吗？这不是男的吗？就有对象而已啊。看人多好。不羡慕了，老说看电影，啊，血战呢，王子喝呀，嗯，是我性格，我看看都哪几个货色，今天他们瞅着咋样？没有他们，就是俩。你要整死谁呀？这当饮料喝呀？正好嘛，你搁撸点串子，喝点酒，迷糊的回家还不安全，你搁这喝完直接就休息了。你没憋好屁，我不喝，哥们儿喝行，但你切记，咱俩纯哥们儿，纯友谊啊，纯友谊，我只相信朵拉跟他那只猴。干什么？你们不话喷了？之间存在纯洁的友情，对于双方的人品要求老高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人品行，我人品不行。纯洁的友谊前提是什么？是不是纯洁？你心里有那么点暧昧，有那么点想越界，凡是以朋友名义的缓兵之计，时不时给点暗示，暧昧，打着爱情和友情擦边球，这是什么？不坦荡，不真诚，不光彩。说就是你。哦，他，你这两天怎么回事？你买北京货了呢？咱俩光屁股长大的。现在也可以啊。啊，我俩人搁一块儿，他真有纯友谊的话，他一定是有一个人长得很丑，我长得挺好看。喝我回家。王哥，王哥，王哥，我在这儿呢，你朝他喊什么玩意儿？开个玩笑。真是。哎呦，老王最近这个情啊你，没有说什么呢你，我是说对你这个项链好看。没说呀，家里给你看，真的吗？谢谢啊。好吧。啊。你的汗是老公吗？别看啊。你确定？啊，就你啊！操！